世界在变，寻找生活中的智慧和快乐不变。春运会，换一种心情，就在快乐驿站。没窟窿眼儿，我现凿啊！现凿，掉那银子渣给我留着点儿。你想什么呢？整个一财迷呀、啊！不是，我们大爷这银子渣了又。说的怎么样？让你亲戚说的怎么样？这回看你的了，看我的。那、你来吧。哎，你说，你说这是一座什么山？我这是马鞍山，有没有？你别说，马鞍山，马鞍山马，由打这儿开始，句句都离不开马。您问吧，啊，哎，山上有座什么庙？马王庙。马王庙。哎，庙里供着什么神？马王爷。庙外头有棵什么树？松树。松树。松树是马尾松啊，叫马尾巴松也叫。蚂蚁吧，我那是大叶羊。行，没你什么事啊，看你师傅的啊。好，树上落着什么鸟？乌鸦。乌鸦可不行啊，没有马。马来西亚来的大乌鸦啊？马来西亚大的羊麻雀呢？行，我说你不说话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一个嘛加拿大，一个马来西亚。我听你说这师徒二人有意思啊。哎，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？枣、哎、没马。我这是马牙嘎嘎枣。西洋脚供。行了，你怎么老说话呀？好，我不说了、我问问你，那么上什么地方？马大人胡同。哦，上谁家里去？上马先生他们家。叫门谁给开的门？马小辫。那马小辫是谁啊？就是那个杨妈的丈夫，那小龙妹他爸爸。啊，一家子。嘿，他给凑成一家子。你问吧。进屋让的什么座？马桶。马桶。哎，不像话，谁家来客人给马桶坐？不是，那座位没有了，随便就说坐那儿吧。不行，马桶不行。不行。哎，坐点小马桶。不，小马桶更不行。马扎小马扎怎么样？勉强凑马扎。那么进屋给的什么茶喝？马粪。不是这个给的是这个咖啡，马牌的咖啡。行，马牌的咖啡呀。对，那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呢？是萨琪玛。萨琪玛，看这个。说的什么书？说的是《马大哈奇遇记》。有这书吗？新书，你也没听过，反正是，对不对？说乐乐给的什么钱？给了是2块钱。2块钱啊，没马，马马虎虎塞我兜里头了。马马虎虎啊，有马没马？有马。哎呀，不过你这钱呢？啊，没有窟窿眼儿，我现捅。现捅啊！他现凿，我不现捅啊！这个，你瞧这俩人啊，怎么着？说上来了没有？讲的怎么样啊？就算这没什么呀，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俩别骄傲啊！我再出一个主意，让你们俩窝到这台上，你信不信？你还想当众给我们两个人难看？那当然了，哪有这样的事啊？这回我出个主意，你说，咱们说一回，四管四侠。什么叫四管四侠？我呀，先说这么四样：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桌上摆的，屋里有的。我说完这四样呢，你接着说四样。可有一节啊，你这四样必须管住我这四样，这就叫四管。这叫四管啊。四侠呢？四侠呀，我们俩说完了这四样了，不是啊？一共是八样，你再说四样，也是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桌上摆的，屋里有的啊。你这四样呢，还必须辖制住我们俩这八样，管我们这八样，这叫四侠。我管谁呀？管我们俩。你们俩这么大个儿啊，太不让家长省心了。你是家长啊？你在管孩子呢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人家说那个意思是你呀、管我们这俩东西的吧？不是，你呀，这四样东西管住我们俩这八样东西。哦，八样东西，明白了。还有个要求啊，必须得带折的，
江阳哲。江阳哲，好，何哲演员，哎，好，开始您先说。我先说啊，我问您这个天上飞的，我说天上飞的是鸳鸯，鸳鸯知道吧？鸳鸯，哎，知道啊。我俩好比鸳鸯鸟。行，你挂。唱就行了，这动作难看点，跟烧鸡似的。行，难看的，行了，鸳鸯鸟跟、我这鸳鸯江阳哲啊，你再问。地下走的，地下走的是绵羊，绵羊知道不知道？哎，知道。也还有那个桌子上摆的，文章，还是书香门第、哎、啊？那您这屋里有的梅香。梅香，哎，这个不像话。怎么不像话？挺好的，你知识分子家庭、写文章的，屋里装一大梅箱子，多脏啊！搁楼道里头那也安全。什么脏啊？什么梅箱子啊？我说是我们家那个小丫鬟、小保姆，名字叫梅香。那叫丫鬟不得了吗？那不行啊，叫丫鬟就没辙了，必须说梅香。江阳哲、您说完了啊？那行，那您听我的啊，该你说了，我要管住你这思想啊。好、好，那你说说天上飞的凤凰。凤凰，凤凰是百鸟之王。哦，管不管您的鸳鸯？哎，行，百鸟之王管住我这鸳鸯，管住您了吧？可是你这徒弟待会儿可就完了。怎么了？百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，那怎么办？你中国人，你向着中国人，你管外国人什么事儿？你这。你说一会儿怎么又变了你、啊、这我就老修拉胡就自顾自了、那你说说这地上走的，地下走的，豺狼。豺狼，哎，狼叼羊冷不防的吃你的羊啊。哦，行，对不对？那桌上摆的书香。哦，装你的文章用的、书香的。哎，那么屋里有的呢？姑娘。姑娘，姑娘就是小姐呀、啊。小姐使唤你的丫鬟呢。哦，好，我没笑。行，管住了，管住。可以，行，您这四管是管住了啊。再瞧他这四侠的可要玩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咱们去那趟的啊。哎，好，那我问问您，哎，你问问吧。你说说，这天上飞的是什么？鸟枪。这啊，不像话。怎么不像话？那得会飞，鸟枪会飞啊。那一开枪啪出来的那个叫什么？飞子儿，那不是飞的吗？哦，这么飞啊。啊，那我再问问你啊，这地上走的呢？大老虎。大老虎大老虎不行，大老虎没辙呀。我是外国人呢，没辙呀。喊外国人都没辙啊。咱们就让他过去问问他底下的。那么桌上摆的呢？火柴。屋里有的牛郎。你这都乱七八糟的，这个一点都不乱。你这都能管得上吗？我丢脸，管得上。我问问你，你天上飞的这鸟枪，打死了你的鸳鸯，捎带了你的凤凰；你地下跑的大老虎，吃了你的绵羊，啃了您的豺狼；你屋子里这牛郎，这手抱着姑娘，这手搂着梅香啊。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，快乐驿站。